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，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？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，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？如果那是一个你不熟悉的家，你会不会把善良当作路牌？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未来，你是否要把善良付出旁人？感谢森林娱乐，你开心就好。感谢独家知识平台百度百科。